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我解说为您而调制为您。那笑话的小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乐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是来自于东征铁骑的那什么，我不认识啊，哈哈，你们自己看中吧啊。他这个开的核弹炮92，哎，不对呀，为什么这个视频之前没录出来东西啊？那我们稍微快点吧。进攻时间到。录的有蛋疼。哎，我看那个，那个星际T88主那个逼天的朋友圈，麦老爷说他自己已经无人能敌，然后就GG了。哎，我怎么遭得住啊？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德系的隐蔽都，这个越到后面是越不靠谱的。哎，你这种把他怎么办嘛？这怎么搞？自己就在家门口都被搞了，难道以后只能蹲在火炮后面去做火炮的贴身护卫了吗？那这怎么办嘛？我记得以前我玩那个南哥也是那种，你妈一口血，简直是，老子都没离开基地。哎，我家王在旁边，妈你要干嘛？啊，来，摸一个。他刚才那一发不知道打到哪儿了，但看样子，我估计打中50B了。打中还2000多伤害，你妈！这种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叫汪，你能不闹吗？啊，有点卡顿。啊，等一下。嗯，好。他这不得了呀！哎，糟了！到底打哪一个？土豪师还是百运？妈，打谁都蛋疼，被干的妈都不认得。白云就被砸死了，为毛这么屌？好，你看啊，哈哈，不防火炮，妈你不要嚣张，等会儿你的昵称被人家记住了，以后他要报复你，说不定从此以后啊，他就改开小车，天天就报复火炮啊，啊，而且就指名道姓就要找你，那怎么办？下面那个土豪师的声音还是很洪亮啊，震耳欲聋。好，撸出去，这个哇，打掉。这一把他的贡献很高啊，很高，不得了。别人在问啊，92下一个该谁了？
达成之前，你妈你还要说一遍，我怎么招得住你嘛？哎呀，你这个绝逼要被人记仇的！救啊！别急，好，没死，妈的没死，这死不死都一样，对面已经气得要杀人了，已经要报复社会了。啊，他说这把我杀爽了，嗯，对，确实杀爽了。那妈的，对面已经溃不成军了。反九二。现在我觉得他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可以从天而降的183了，他其实只要尽量打到尽可能多的单位，他的输出就已经很吓人了。哎，我先啊，好好外面有什么东西了，他要我开门放他出去，放出去什么，他又有个白龙被干了，66666啊，好了啊，他白说故意出来送你，我以为下面看幺八三没注意啊，加一，这个人头我觉得你拿不掉了吧？我靠，那个火炮也不怕砸中旁边的队友。好，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我 ，QQ 箱是76785852@kin.com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